是小白，然后今天要来玩 PID，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。为什么每次都要把我讲得像智障一样？好，那我们开始这游戏。我认为这孩子已经没有回家的路，他绝对会玩一玩，然后到最后就成为那边的国家的王。啊、哦！哎、欸，对，因为他打败了 BOSS 这样之类的，然后就开始慢慢上升啊、爬升啊。然后他最后就丢了一句：“我不想成为什么王，我只想回家。”然后大家就送他回家。对，哦，我忘记怎么玩了。我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为什么还可以后退啊？哎、欸，谁会想后退啊？疯了！我来看一下。哎、欸，然后跳到这个，跳到变智障。对啊，哎、欸，等一下。我知道了，然后按 X 丢光光，然后第一是发射飞弹，好，然后就会有那些正方形的无头苍蝇在那边聚众，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很好玩。我哎、欸，我是碰到他们我就会GG啊。对，是的。好，那我得想办法把他们引开。哎、欸，有用哎、欸。好，我再来该怎么做？跳过去有用吗？我可以直接用这个棒，哎呦，直接穿过去。是的，那就把它引到下面去，引到地底去。好，我可以跳那么远吗？这小孩子看起来都不行了，不怎么会跳，所以不行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这样子。哎，你忘了吗？他们会趋光。糟糕。那我得想个办法把他们驱光光走。哎、欸，这边有光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没反应？哎、欸，有一只来了！哎呀，好吧，我真的觉得我需要点技术，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跳过去、欸。你觉得我应该在哪里先放一下光？这里吗？底下那不是个柱子？对啊。哇哇哇哇哇哇！这什么情形？把他们引到对面去。为什么地你下面也有一个、啊？多了一只，而且有点可爱，他从下面这样慢慢浮上来的。好，好，现在怎么办？我要重来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而且有炸弹，他该不会是要丢炸弹毁了他们吧？跳上去吗？要多少钱换一个炸弹？看一下，75块，我天啊！我先看一下包包。啊，你可以切换成弹弓步，你可以用弹弓。哎、欸，不对，弹弓步这样用。哎、欸，包包怎么按啊？忘记了、欸。XDES。哎、欸，不要坐下，不可以坐下。我忘记包包怎么按了。E 吗？还是 B？ 哎、欸，按错。A B C D E 的 E 的 E 一按了没反应，让我试试看，乱按。哎，不是，哎呦，发射，我疯了，真的。哎，好吧，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在干嘛。刚直接踩到他头上。哎呦。我又按到道具了，是这个键吗？还是 Q 啊？我记得我按了特别键，它会有那个、啊、包包，就是可以开。我忘记了哎、欸。神啊！哦，是 A 啦。哈哈。我看下面炸弹，有炸弹，我把它换到 F， OK。好，然后丢一颗炸弹过去。先把他们引过来一点。先把它全部集中成三个吧，刚刚就是往下丢。OK，Good idea。好，发射。怎么就一只？对我的光没兴趣。哦，来了。还有这只也一起过来。你看它，如果在现实有这么肥的苍蝇，你该怎么办？而且还是正方形的。我觉得是蛮可爱的啦。你怎么会这种想法？然后它就是像这样正方形，然后
就是还目前还没有那个类似那种杀虫剂东西解决掉他们，然后他就一直在你家飞。如果他会吃我，我会比较困扰；如果他不会吃我，我就比较困扰。觉得好像好多星星，可是浪费好多炸弹。对，我觉得浪费炸弹。我觉得我又有困难。卡住了没？Yep。他卡住嘞。卡住了，卡住了，过来，加油。他卡住了。那我该怎么办呢？我怎么飞过去那里啊？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过去。我上次是不是卡在这边卡了很久？还是说我有跳过去过，成功过一次或两次？我记得你卡住了。啊！我按错了，应该是按 F 才对。我记得，我想一下。我觉得我在这卡很久，因为我根本完全不知道我要怎么做。哎呦，sorry， 炸到你的脸啦！具有趋光性的怪虫子，还是正方形的？自以为麦块吗？小白问你，这样听得到什么声音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听到啊，怎么了？真的吗？真的。哦，好吧，那因为我室友在讲电话。哦，那就有了。没有，没了。因为我把麦关掉，是的。糟糕！怎么办？怎么那么多苍蝇啊？我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道具我可以过去之类的？我看一下。我觉得没有。这个是这是什么啊 ？Music box。我看一下哦。好像他说在困难的时候可以用它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好，那我们就试试看。等下那个鞋子是什么啊？鞋子，喷射靴吗？哦，不是，是重量靴。它可以干嘛？就是让你不受光的那个，你的这个光的影响，让你变很重。哦，只有十秒，就十秒，好吧。我们先试试看这个有困难的时候使用的这个 music box。好 ，music， 等一下，去自杀，快点，去自杀，快点，重来，就你知道你知道我刚刚直接把那个音乐丢下去峡谷里面，你知道吗？我看到。啊！我在干嘛？好，然后结果又不知所措。我觉得你先去自杀，不然你就浪费一个音乐盒。好 ，Let's go。这是怎样？我刚刚疑似，找到破关方法。对，我刚刚疑似制造了一种，怎么讲？一种所谓的大合体嘛。如果他们在这种情况下，还会攻击我吗？他们睡着。才怪，还是会痛啊！他们睡着，可是你碰到他还是会痛。对啊，所以没有用。这个音乐巴巴斯没有用。好，换回这个。炸弹，炸弹用一下好了。OK， 好，实在是超难的。是因为少用了光谱的关系，整个完全不知道光谱的作用在哪里。丢炸弹下去，总是丢到一只。哈哈哈！浪费我一颗炸弹，你这样很贵吗？我在干嘛？啊！我是想说丢得更远嘛。跟你说呀， yeah. 有更好的。你不觉得他们好像光离他们太远，他就没感觉吗？对啊，有一种特别的距离。所以要是把他们引到一个一定的距离，然后你再开光过去呢？我想把他们全部引到下面去，至少我会有时间。这样应该可以。
我有没有办法直接 朝下发射、啊？朝这个角度？哦，你说你的地板吗？哦，不行。斜面，斜对面不行，好像没有这个 bug 吧？你想干嘛？我想要从这里，从这个特殊的角度发射一个可以往前走的路，好像可以哦。我只需要再一点技巧啊！才怪！啊、不行！拜托，只要从这个角度飙过去，我就可以。一定有，相信我，一定有这个剧，一定有这个墙壁可以。好，放弃。阿宇加油！我真的放弃。我要使用道具了。好 ，OK， OK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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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发射。对，差一点。天哪！我连使用道具我都有困难。再次。对啊，差一点。先把他们全部引下来，来，好，再来打灰底加，好，你加打灰，对，变大狙击了，加打灰，再下去一点，我不要看到你们哦、喔，下去，再下去一点，不可以把眼睛睁开，好，一个已经下去了，好，来换你，来下去，都跟着下去，有一个不乖哦、喔，下去，你们各下去。没差啊 ！OK， 他们现在已经不会干扰到我工作了，那么我就要发射了。砰！哎，等一下，发射错了！啊！紧张的时候都按下 A， 到底是都要看清楚到底是怎么死的。再来一次，来，下来。为什么有一个偏向我，想对我干嘛？好，都下去。好，行了。OK， 他们感应不到光了。OK， 好，再一次，我绝对不会再失误了，这不可能再失误的。哎，等一下。我，怎么会这样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刚不是还说不会再失误了？对啊，我有点确定，因为好吧，算了，这次应该不会，绝对不会。我只是把他们引下去之后，我就。快下去！好，都下去了。这次绝对不可能再失败了。啊，成功啦！耶！看见没有？过来了，终于开始出发了。这是一个好的开始。好，我们这开始是不知道开始了多久才开始。好，没有关系。这是一个好点子，把他们全部吸引下去。为什么他们不下去啊？下来了，都是的。有，好像有一只是这样子的。再下来一点啊，好像有感应哦。我想让他们直接去碰那个，是因为卡住还是怎样？那射别的地方呢？要碰到，耶！有，对面也有反应哎。来，要碰到，没有碰到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再来一次。嘣耶！再来，那边好多星星啊！射错位置了。来下来，好吧。有反应，来，下来了，停，不要太下去。我现在用我的光指挥着你们，到那个死亡的地点，来吧。这样的话应该，这样绝对，等一下弄到自己了，射这个下面的地板，他们就会被吸引到。好像不太对，我不记得他们有脑袋，所以他们应该会很脑的这样直接下去。来，好像有反应哦。这里嘞，Why are do that？ 然后现在给我留一大堆，怎么会这样？我记得我玩得很好，记得有点难过。我记得我们是如此的顺利来到这个地方，现在却如此的悲哀来到这个地方。那我要飞，差点，吓死我了。好，光。他挡到我的路了，下去一点。
欸，有用，下来了，下来了，耶、yeah, good boy, yes, OK， 发射，等等，我不知道路在哪里，啊，你刚刚那样可以打那个光没关系啊，吓死我了，我以为不行 ，Let's try again， OK OK OK， 哎呦哎呦哎呦，他们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队伍。哎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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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嘣！哎呦！有有有有，好像有点痛。过来一点，过来一点。哎，不要争，不要争，大家都有机会。去踩那个台。